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延时啊，延时最后一节课。那么延时这个消化系统病症，它是个消化系统的病症。对这个病症呢，要求同学们了解从中西这个角度对延时的概念的一个认识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熟悉延时的病因病理，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对引起这个延时病症的它的病因和病理上有什么不同的认识啊，有什么不同的认识。最后一个就是掌握延时的辩证要点以及它的各个症型的治疗规律啊，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给大家讲的内容。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讲的概述啊，概述里面我要提到第一个是延时的概念，延时的概念。那么延时古人又称它叫无时啊，无时纳呆，食欲不振，不食时，饥而不食。实际上这个延时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什么，不适应时，不想吃。他这个不吃呢，不是说吃下去不消化，而是不想吃。大家记到这一点，不食时，不欲食，就没有食欲啊，没有食欲。对延时这个概念认识，首先大家应该具备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不想吃，没有食欲啊，没有食欲，口中没有味，属于这么一种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把它明确。再一个大家要明确一点点，延时它是一个病症，是一个病症啊，它往往是一个症状出现在一些疾病当中。我们临床上所见到的有一些疾病，比方说啊，结核，有些结核的病人他常常也表现出一种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啊，吃东西没口味啊，没口味。还有一些肝炎病人啊，肝炎病人，还有一些我们的吐血病人啊，日久了他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他是在这个疾病当中出现的一个症状啊，一个症状。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说他既非是这些疾病，而是他单独以厌食，就是说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来就诊，来就诊。但是呢，它又不是这些疾病，就是刚才我说的结核呀、肝炎呐、啊或者是吐血，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食欲下降，啊，食欲下降。那么我们这个它是以厌食为主诉，就是不欲饮食为主诉来就诊的，啊，而排除了以上我说的这些疾病。那么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延时啊，讲的延时，这点请大家要把它搞清楚啊。那么延时我们给它下一个概念，请大家注意到我这个概念当中呢，涵盖了有引起这个延时的病因以及它的病机，还有它的主要的表现症状，请大家把这个概念要搞清楚。首先第一，就是说因小儿乳食不节等原因啊，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乳食不节，而造成了脾胃失和，功能紊乱，受纳运化失减，而出现较长时间的见食不贪，食欲不振，甚至以拒绝啊，拒绝饮食为症候特征的一种常见的病症。那么从这个概念当中啊，这个概念当中大家要把它这几句话要搞清楚。首先大家要搞清楚，它是由于乳食不节等原因，那么其中乳食不节是它一个很重要原因，但还有其他原因，等会我要讲到病因病理。
那么曹真一个基本笔记是什么？是脾胃是火，功能紊乱啊，功能紊乱，手纳运化失健。那么这个病机反映出一个什么？我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它是一个功能性的紊乱，是一个功能性的紊乱啊，而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而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不是三天两天，而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啊，较长时间的。那么拿那个中医药管理局出的一个关于厌食的那个诊断标准里面就提到了一点，厌食的时间较长，一般是在3周以上的，就时间比较长的啊，时间比较长的。这一点希望大家过去，它表现的症状特点呢是见食不贪，食欲不振，那么看到东西不想吃啊，没有食欲，甚至严重的可以出现拒绝饮食，就是家人给他吃东西我不吃，随便不吃，有时候是一顿两顿都不吃，拒绝饮食那是严重的了。那么以这些为症候特征的一种常见的病症啊，一种消化系统的一种病症啊，大家应该把搞清楚了。所以说我在这儿把这个概念哈，重点部分要给大家点明确啊，一个是引起病因，再一个病机是一个功能性的紊乱，再一个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它的表现特点呢以见食不贪，食欲不振，甚至于有拒绝饮食，有这么一个特点。那么下面我把它归纳出这么几大特点，希望大家把它掌握清楚，是一个功能性的，是一种病症，而且时间比较长啊，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它是一个病症而非疾病，不是一个疾病啊，不是一个疾病。比方我们前面讲的，我给大家举例的肝炎啊、结核啊啊，在血吐血过程当中出现的那些都是属于一些症状啊，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那么这是概念上大家应该把这几点搞清楚啊，搞清楚。那么这个病它的发病年龄一般是到1到6岁啊，1到6岁的小孩，那么以学龄前的小孩表现比较明显。那么学龄后的小孩有不有啊？有啊，有。从我们了解，现在学龄后的儿童那个还是比较多啊，还是比较多，甚至于这个年龄段我认为还可以扩大到包括我们一些高中生啊，初中生、高中生，由于学习的压力而导致的这个厌食症，现在也很明显啊，也很明显。那么城市的儿童呢，比农村的儿童要多得多啊，要多得多。还有这个病症呢，它的发生，从它的整个发生的群体来看，那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会议当中，他们对厌食症啊下了这么一个概念，他说叫富裕国家，富裕国家小儿消化系统综合症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厌食它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富裕有关系，跟吃得好有关系，是吧？富裕了啊，因此吃得比较好，那么有错觉，它跟饮食的结构有关系，饮食的结构有关系啊。这是关于它的发病年龄以及它的整个啊那个发病厌食症，它这个群体多见于什么段的儿童啊。那么西医呢一般称它为叫神经性厌食啊，神经性厌食。这是关于概念当中我要给大家讲到的。第二个啊，我们讲讲它的病因病例啊，病因病例。那么这个厌食症啊，从我们祖国医学认为啊，它主要是跟脾胃有关系，它是个消化系统的一个病症，因此它跟脾胃有关系啊，脾胃有关系。前面我在中论里面就给大家讲到了，
脾和胃的生理功能。脾胃啊，他们两个共同的完成整个消化系统啊，包括消化吸收啊以及输布等这个功能啊，输布这个功能。但是对于厌食这个病症来说呢，它的病位应该是在脾胃啊，在脾胃。但是我们从以下的这些诸位穴对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么一点规律。从内经里啊，他就对于厌食症他提到了有这么一点，我们看胃的特点。他说五脏六腑皆禀其胃，五脏六腑皆禀其胃。然后又提到了五脏受其六腑，六腑受其胃，提到了胃，胃。再有一点提到了人强以骨，胃其强则能食，食物则之香也。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人啊，他要能够吃东西能够健康，靠什么？靠我们吃的。但是胃气强才能吃，他吃东西才感觉香。我们同学们都有体会，你看有的同学吃东西啊，哪怕菜很一般，但是他吃饭很香，哪怕白米饭他都要吃一大碗，是吧？那有的同学呢，他感觉哎呀，这个菜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啊，这个没有口味，那个没有口味，这个反映那个什么了，就是这个里面提到的人强一股胃气强这类事，食物这之香，它反映了一个什么？反映了胃气的强度。这就是我在讲这个厌食当中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厌食的发生它跟胃气的强度有关系啊，胃气的强度有关系啊。当然后面一句话也提到，脾胃通于口，脾胃不和则口不知五味啊。当初这句话也看得出来，脾胃啊和与不和啊，脾气是否坚强啊，胃气是否强，跟食欲的好与坏有关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口味它跟胃气的强度有种密切的关系啊，有种密切的关系。这是我要提到的这个厌食这个病症呢，它除了跟脾的运化有关系，跟脾的胃运化有关系，同时跟胃的胃觉胃气的强弱有关系。因此我在后面讲到的辩证论治当中，我非常强调一点，就是如何提高食欲，提高小孩的食欲啊，来达到治疗厌食的目的。这是我要强调的这么一点啊，就是诸位穴对于脾胃跟厌食的关系这一点啊，我想说明你。那么小儿的脾胃它跟厌食有什么关系呢？前面讲到了，从一般来说胃气强则能食，食物则之香。而小儿呢，小儿脾肠不足，脾肠不足，脾胃嫩小，脾胃嫩小啊。那么小儿脾肠不足，运化功能比较差，当然它就更容易出现厌食这个病症，更要出现厌食病症啊。除了它自身的脾胃的功能脾肠不足以外啊，再加上小儿饮食不能自主自己，是吧？还有加上腹力上的跟不上去啊，腹力上跟不上，那么小儿发生厌食的机会就多得多啊，就多得多了。这是关于发生厌食，一个是它跟脾胃啊，跟胃气的强弱啊有关系，再一个呢，跟小儿的脾胃你自身的生理功能也有联系啊，也有联系。当然跟我们的家长的福利啊，福利也是关系密切。
这是我要提到的。那么具体来讲，发生厌食症啊，它的病因病例具体有哪一些呢？首先第一点，入食不进，胃咽不当。入食不进，胃咽不当。那么入食不进，胃咽不当，我首先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过食高脂高蛋白，高脂高蛋白。啊，我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啊，对厌食的概念，其中提到的富裕国家小孩消化系统综合症，那么说明它跟富裕有关系。啊，你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啊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所以小孩在吃饮食方面这个方面和以前大有区别啊，大有区别。我的印象，我们小时候要过个生日，家长才给煮一个鸡蛋给你吃，是吧？下碗面就是你的生日了，就是生日了。那么现在呢，小娃娃天天在过生日，是吧？天天在过生日啊。那么他们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脂高蛋白。但是前面我讲到小儿脾脏不聚，是吧？脾脏不聚，微小浅弱，用物不多，那么因此他在高蛋白高脂肪这种情况的影响下，脾胃消化功能怎么样啊？承受不了，承受不了，于是就会停聚在胃里边，停聚在胃里边就容易产生什么啊？化热，是吧？一个导致了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了，消化接受不了了，再一个呢容易产生热啊，产生余热。那么这样一个功能受伤以后啊，它导致了脾胃日久而受伤，使脾的运化功能减弱，再一个产生热，热量大大的耗伤了胃液，烧伤了胃液。因此在发生厌食的这种小儿临床上常常出现有哪些症状呢？比方说除了不适饮食以外，他常常出现口干失饮，连有些小孩你叫喂他吃饭，喂一口饭他要喝一口水，啊，喂一口饭他要喝一口水，口干啊，口干，还有口臭啊，口臭。经常家长在那问的，我这个小孩这么小咋会口臭啊？啊，咋会口臭啊？由于食欲啊，啊，过食高蛋白高脂肪以后停聚产生了热啊，大家知道高热量的啊高蛋白高脂肪它产生热卡，那么这种热量飙升在体内哈，它就容易出现这些现象。再一个大便干净，大便干净，你看现在小娃娃哈才几个月就带来就诊说他便秘啊，便秘啊，便秘。他为什么便秘啊？天天吃的都是什么高蛋白，而蔬菜吃的很少，就是牛奶，是吧？还有什么现在的初乳啊，牛初乳啊，牛初乳，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夜卧不安，小孩晚上啊睡觉啊夜啼啊，喜欢趴起睡卧睡啊，喜欢趴倒啊趴起睡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导致啊由于什么，由于高蛋白高脂肪而导致的啊。同时由于这个高蛋白高脂肪，由于喂养的不恰当，而导致了我们临床很多的疾病的发生。比方说小儿的口疮，现在小儿的口疮也特别多啊啊，现在的乳窝，你看小娃娃，小娃娃点点大，他那个扁头下很大，像樱桃一样红红的，把两个把整个喉头啊都堵住了啊，经常看到那个小孩啊两个那个乳窝很大啊，两个乳窝很大，因为乳窝很大了吞咽困难，你看喂一点东西吃去，他就出现什么现象啊？干预啊，有危险的
就甘愿。家长老师认为他还没吃够，还没吃够，不断的还在喂，天压死的天，啊，天压死的。熊娃娃怎么样？长胖一点，啊，长胖点。我认为他叫拔苗助长，拔苗助长，生怕娃娃没长得太慢了。你看，有一家长，哪一天有一个家长也是，个子很矮很矮，只有1.48米嘛，不到1.5米的样子，很矮，啊，很矮。他来告诉我这个娃娃好矮哟，好小。我说你都那么矮，你咋可能要求你的娃娃长很高啊？当然也可能找过了你。那么我们在营养喂养上加强，他嫌娃娃长得很高，当然那个也需要。当后一代找过高过父母亲的很多，那么就关键在于什么？我们后天的调理，不在于大量的喂，就像一个庄稼喂肥一样，天天的运肥，天天运肥了，只有枯萎。那么小娃娃也是。小娃也是，那么在这样大量的高蛋白高脂肪的情况下，小儿就出现了以上我说的这些症状啊。所以我在治疗小儿的像乳蛾呀，治疗小儿的便秘呀，啊，治疗小儿的口疮啊，这一方面我常常要想到这个小儿跟为高蛋白高脂肪有关联，这点请同学们要重视它。第二点就是生活上没有规律，饮食不定时。现在的小儿喂养啊，过饥过饱这种现象非常多，过饥则伤胃，过饱则伤脾。那么小娃娃随时都是什么过饥过饱，比方好吃的饱餐一顿，不好吃的不吃，不吃啊，这种例子太多。比方说现在的家长娃娃还要上学了，家人告病了，就拿一杯牛奶，拿点点心，或者给一个鸡蛋，娃娃就带上路了。虽然这个娃娃并不想吃一个鸡蛋，啊，甚至还不想吃一个牛奶，他就把鸡蛋丢了，把牛奶给丢了，早晨吃没吃啊？家人以为他吃了，实际上没有吃。然后早晨饿到中午，饿过了，回来还吃不吃啊？又不想吃了，又不想吃。或者家人给他的零食吃早餐的钱，他拿到这个钱以后，他去做什么了？哎，他就玩电脑游戏去了，去买些他喜欢吃的零食去了，就打发了他一个早餐，一个早餐。早餐不吃，到中午当然就吃不下了。这个跟什么？跟后面我要说的，西医说称它叫神经性厌食。跟胃肠神经有关系，它这个胃肠神经的功能发生了紊乱，所以过饥过饱都可以影响到脾胃的功能，使脾胃的功能发生了紊乱。所以我前面的概念里提了，脾胃的功能紊乱，运化失节，啊，运化失节，这种过饥过饱也可以导致脾胃功能紊乱而出现厌食。这个病症啊，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造成那个厌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啊。那么这两点大家看得出来，它是跟饮食不济、喂养不当有关系啊，而且这个也是我们造成厌食的一个重要因素啊，重要因素。第二个，多病久病，多病久病。那么厌食症除了跟我们的喂养啊，喂养有关系外，然后就跟疾病有关系啊，疾病关系，比方说病腹有关系啊，早产儿啊，早产儿，畸胎儿，畸形儿啊，畸形儿，还有一些疾病的因素，比方小娃娃一生下来以后啊，管胃啊，有些娃娃管胃。一生下来以后就吐羊水，呕吐，把羊反复的呕吐，把胃子伤了，以后他就出现厌食。或者很小婴儿的时候就得了什么腹泻，秋季腹泻，哦，拉肚子一拉，这个娃娃以后就会出现厌食。所以说疾病的因素啊，导致了脾胃虚弱，啊，脾胃损伤了，一直拿过不香。哪个不行？还有一种啊，就是药物的功法，药物的功法
因为娃娃很小，有某一次疾病，大量的抗生素的使用，啊，明明是病毒感染，明明是病毒感染，用大量的抗生素，啊，不但是用一年、两年，甚至有些用到三年或者更多，啊，那么导致小娃脾胃受伤，脾胃受伤，或者我们的中医，啊，小娃一发烧，大量的苦寒药。因为有苦寒药就能够把烧退得了，啊，大量的苦寒药，这样就导致脾胃受了损伤，啊，导致脾胃受了损伤，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精神因素，精神因素，啊，那么精神因素我们知道它是跟肝有关系，是吧？我们肝是做疏泄的。啊，肝是主疏泄的，那么肝的疏泄它有助于脾胃的消化，有助于脾胃的消化，啊，那么精神因素它无必要影响到脾胃，影响到脾胃，那么引起的脾胃发生功能紊乱的与精神因素哪些有关系呢？比方说小娃娃性格比较内向的，个性比较强的，啊，个性比较强的，他挨了打了，或者他所要所求不得，他需要得到某样东西而没得到，于是他就郁闷在心，郁闷在心。这个日久了也有影响食欲，还有学习的压力。学习的压力，我认为是造成厌食症的一个比较重要原因。啊，你们都经过高考，啊，经过高考。在高考那几天，父母亲生怕你啊没吃的，炖鸡、炖鸭、炖鱼肉什么弄了很多很多的给吃，你吃得下吧？吃不下，为什么？压力太大了，精神的压力大了，精神压力一大了，想不想吃啊？根本你再弄什么都不想吃。那么现在的小娃娃，他的压力大不大？非常大，非常大。你看有些娃娃。一个周末除了平时的学习外啊，周末都要参加很多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奥数啊、英语啊，还有什么体操啊，还有什么琴棋书画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学习。那么平时呢，白天学校管，回到家里面家长管书，使劲管作业完成了还要加课外的东西，娃娃一天在学校做题，回来还是做，久坐则伤什么？伤肉，久思呢？则伤脾，对了，久坐则伤肉，久思则伤脾，那么脾胃受伤。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吃得下东西呢？那天长日久，这个娃娃他慢慢就成了一个什么？不饮食了，不饮食了，啊，不饮食了。所以精神因素也是导致小儿厌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中医认为什么？肝郁，肝郁其次，肝郁其次，啊，肝郁其次了，导致了啊，肝不犯胃，啊，肝不犯胃。所以些娃娃，你看东西再好吃的东西。他都不喜欢吃，甚至还出一个呕吐、反胃，啊，反胃。那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小儿引起厌食的呢，一个是饮食不一样的方面，饮食不一样方面，啊，再有一个就是多病、久病、疾病的原因引起，还有一个是精神因素的影响，情绪影响，啊。这是引起厌食症的三大原因，当然还有个其他的原因啊，其他比方说感染了虫啊，啊这些方面，当然这些呢比较少了啊，相对来说少一些。那么由此可见，厌食它是一个功能障碍性的病症，功能障碍性的病症啊，因此我们对厌食的治疗。应该围绕着刚才我说的这几大原因，产生的病机是由于功能的障碍紊乱
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病人，因此我们要治疗它，一定要围绕着什么引起的原因、发生的病机来给予治疗。啊，比方说原因，它是学习的压力，那么我们就要给家长除了我们的药物，啊，疏肝理脾以外，那么我们还要给家长讲些什么？喊他适当的活动、运动一下，比方做了作业，学习压力大了，回到家里面跑跑步、做做操，适当的运动，是吧？还有，尽量疏解这个小儿精神压力，缓解他的精神压力。如果是由于疾病的原因，比方说吐血，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吐血、肝炎、结核这些等等原因要这些病要医好，那么延时才得以治疗。如果是由胃炎不当的原因起的，胃炎不当的原因起的，那么我们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还应该给家长讲一讲什么？如何正确的喂养饮食？啊，喂养饮食，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根治延时的这么一个目的，啊，这么一个目的。我这儿举个例啊，举个例，有这么一个家长。啊，有这么一个家长，他到我这儿来看，带起小孩来看病，他就说这个小孩好大了呢，学前班，不到七岁啊，不到七岁。他家长跟我讲，就在那个附近住，他就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这个娃娃你看嘛，长得好瘦嘛，啊，简直不能吃饭呐，不会吃。我问他，你给他喂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听到啊，主要是半斤牛奶，就是那个一盒牛奶啊，半斤。另外吃两个小笼包，一个鸡蛋，一个鸡蛋，两个小笼包，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好，我就听下去了。然后中午了，他中午了，我有时候把他带到龙抄手这个地方来吃，龙抄手那儿吃一碗那个龙抄手海味抄手，啊，小份的，然后他还吃两个那个叫什么，叫一二八吗？叫什么八？哈，那个八八，吃两包包八八，有时候还吃完那个海带汤，他说那个叫海带汤，中午大概要吃那么多，啊。晚上呢，他晚上我在家里边给他家就弄些原子汤啊，啊，有时弄点鱼啊，啊，我还吃不吃呢？吃的不多，有时吃一条鲫鱼，啊，吃条鲫鱼，然后就吃点其他的，少很少吃点点饭。好，我就给他讲了，我这个小孩的一天的蛋白质，你们算算看，早上半斤牛奶，又是鸡蛋。又是那个小笼包，小笼包里面是肉，中午又是龙抄手，里面又是肉，是吧？那么晚上又是原子汤啊，原子汤还有鱼，一天的蛋白质，可能相当于小娃两天来完成，但他一天就把它解决了。那么那个小娃长期这样的环境当中，这种饮食结构，他当然长不好。他说很瘦，我问他精神情况怎么样啊？他精神还很好，他说精神还很好。有的时候啊，他一点都不想吃，不想吃了，我就着急了，啊，我就着急了。所以啊，长得又不好又瘦，但精神还可以，也很少看他生病，就是吃不得，那就吃不得。好，所以根据这个娃娃的情况，我认为不需要治疗。我认为他饮食可以了，是吧？他蛋白质已经吃得足够了，那么应该在饮食结构上进行调整，比方说多吃点蔬菜，多吃点水果，是吧？在维生素方面增加一些，蛋白质间歇量，啊，间歇量，那么这个娃娃就可以，啊，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小孩的喂养方法他是不得当，啊，不得当，而家长呢，过分的苛求太高。巴不得一个娃娃呀像他一样吃很大一碗饭，啊，吃很大一碗饭，他蛋白质吃的太多了，再加上他要吃很多零食，所以他就饮食结果慢慢就造成了紊乱，一会儿就出现了厌食，所以
延时的发生，我认为除了我们的医生治疗以外，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家长的啊，在生活上进行调理啊，进行调理才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这是关于延时引起的病因病例啊，关于病因病例。那么下面我简单提提现代医学对它的认识。那么现代医学对引起这个的病因呢，它基本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为了及时的添加辅食，就是小娃娃添加辅食的时间啊不及时。那么我们在上基础课的时候，儿科基础课的时候跟你们讲了，小娃娃好大开始添加辅食啊？啊，几个月开始？六个月是吧？六个月。那么一般到了六个月的时候，我们给他的蛋应该给到多少啊？比方说啊，蛋给多少蛋啊？给多少蛋？一般我们给的蛋是四分之一个蛋黄，四分之一个蛋黄，然后慢慢的加，根据他的饮食的情况以及大便的情况啊来加，逐渐加。当然这个中间发又跟这个小孩的个体有关系。一般我们开始是给蛋黄啊，蛋黄，然后慢慢慢慢给同学们给那个小孩逐渐的加啊，加食。这是一个。但是有些小娃添加辅食呢就晚了一点，或者添加辅食过早了，都会导致它发生延时。这是一个。第二个，强迫进食啊，这个就刚才我提到的，有些小孩啊本来他的食欲整个消化功能啊都不是很好的个体的原因，但是家长希望他能吃很多，强迫饮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贪食的饮食啊，贪食的饮食啊，小娃的零食吃的太多啊，比方说肯德基啊啊，什么必杀冰啊，现在的什么各种西餐呐、啊，哎，小娃非常喜欢吃，啊，非常喜欢吃。那么这样，正食不吃，净吃零食，啊，净吃零食。所以这个也是导致啊小孩发生延时的一个重要原因，啊，重要原因。我们休息会儿，讲后面的病例。